我高考之后去东北待了3个月，回来之后大家开学报道自我介绍，一过来打好我为广东的啊，完了之后我一站打好我是北京的。同学都说哇你口音为什么这么重啊，我说没有啊，我真的吗，没发现呢啊，感染力太强了。到后来我们学校所有的人都开始说东北话啊，非常好，来给大家唱两句快。没关系，不丢人，来吧，我举杯喝下这碗庆功杯。我真的没法分辨一个女孩是不是孕妇，真的，我那时候坐在那儿啊，我就看前面一个大姐，我就不知道她是胖还是孕妇，我想了半天，我最后还是让给她吧。我刚站起来，那大姐看着我，坐呀，坐呀。我说大姐，您那个肚子大便。一聊车，男孩特别容易抬杠。我跟我的朋友一聊天啊，哎，想买什么车？我说我呀，看那个宝马三系就不错啊。他看着我，我说踩着你前列腺了，你干嘛呀？对吧？宝马三系也叫宝马，那最少得是五系起步啊。我说那你就开五系吗？宝马五系？他说不不不，我呀不开宝马，我呀开爱玛。他是骑这个狗跟其他的完全不一样，正在回家狗会欢迎你一过来，欢迎主人，欢迎主人，欢迎主人，你知道吧，哈士奇也欢迎你一过来，咦他妈谁。因为我特别讨厌杠精，刘谦每一次表演完春晚的时候都会有无数个人站出来说，哎你知道吗，刘谦的魔术有托儿。我说那个要没托儿那个就是法术了，这要没托儿你敢说他吗，对吧。为什么来看脱口秀呢？问问我。为什么来看脱口秀呢？看看儿子。我感觉你说话有那种炸弹低音炮的那种感觉，你用特别深的那种低音炮，给大家随便说一句，来，3、2、1，宝贝儿在吗？啊，什么专业呢？MBA。 哦，我个屁，这是专业吗？ MBA 不是一个鼠标公司吗？不， MBA 是什么专业啊？工商管理。哦哦哦，对不起。有没有男不是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啊，我给你找一个，要不然咱们现场。不用。为什么不用呢？我觉得你挺好的。你有房子吗？有几套？两套。再见，阿姨了。你知道我其实啊，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讲脱口秀也挺烦的。我不是因为房子，我就是喜欢朝阳的那种感觉。点了，我看你手机没关系，看一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继续讲。为什么玩手机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你觉得我跟你？我知道你有女朋友。哪一个？你觉得我跟你有没有机会？看你。啊，想得美。别玩手机了，玩什么手机啊，还给你了已经，非常好啊。哪里人呢？黑龙江。东北的啊？瞅啥呢？瞅咋的？有那味儿吗？每次我听完这句话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最近我去参加了我的高中同学聚会，我一进那个饭店都不用问是哪个包间啊，我就站门口听，第一个聊的是文学啊，不是不是，往前走啊，第二个聊的是母婴啊，也不是，往前走，第三个把耳朵一贴里边，不就是钱吗，我说有那味儿，有那味儿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这边的大哥有不要小孩，听了英文 Poor Crazy You Know， 我要退票了。
在你的家乡，像我这种人怎么称呼呢？岁哥。虽哥，帅哥啊，帅哥，哇，谁说死狗？啊，你是什么工作呢？我是做投资的。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，讲脱口秀太累了，能不能带我走？你还是做你的梦想吧。为什么穿个三道盖？你是要模仿苏卡布列斯吗？说得好。你这个梗啊，因为他们这边我仔细观察了，有可能没什么文化，他们听不太懂，因为后面这些大哥所有人看我那个表情，就感觉文明观猴那种感觉。闭嘴什么意思？羞辱吗？啊，非常的好，羞辱。哎，你羞辱我一下，三二一，傻逼。每个问题都要考虑五秒，这个有点唐突了。我之前有一个内容是我在健身房里嘛，看到那些男孩看到漂亮女孩的反应，我传上去之后，底下大哥留言都是：看你这个逼样没去过健身房，来健身房我弄死你。啊，我说大哥，那您在健身房里边您看什么呢？我就看铁。我说您看到漂亮的女孩呢，她不碰我铁就行。我说她要碰你铁呢，打死她。我说 OK。我参加了一个喜剧节目的海选，前面有一个 idol。然后我说那兄弟你表演什么才艺呢？然后他说哦，我就来试试我的勇气。我觉得我可以把他们所有人都秒杀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我在北京疯癫还是有一号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在他后面，他去我前面面试，我看他面试，这个是100%的真事儿啊。他从屁股里边掏出一口锅，直接开始蛋炒饭，我都没看清他怎么生的火，他已经把蛋炒饭炒完端到评委面前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我就是一个安静的小公主，你知道吗？现在 idol 都太努力了，那个评委还是唯一让我欣慰的。他看着他说：“你太过分了吧，喜剧节目你蛋炒饭。”居然不放葱花。我爱一个女孩那种感觉，然后她不喜欢我，就问我妈，我说妈我应该怎么办？我妈就给我一根棒棒糖，说你吃我就吃，吃完了就剩一个棍儿。我说妈我吃完了。我妈看着我说记住了吗孩子，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了解了了解了了解了。现在的女孩我真的特别不理解她们。我问她，我说哎你男朋友怎么样啊？我非常爱她，我爱死她了。我说那你前男友呢？他死了。哎，女孩就是这么客观，一直就是。但是我跟我的前女友关系特别的好啊，分手也关系也很好。他很有钱的，我不是图他的钱。昨天我还去敬老院看他。下一步反应对我的叫声来，哇，模仿了什么？你。我们打篮球有新手有老手，但是只要一有女孩，他们都是杀手。每个人都要打死我的那种感觉，就这种体格的大哥啊，运球运着运着啊，就给我一肘，哇，疼啊！我说大哥，这个就是传说中说走就走的旅行吗？那大哥还特别认真的看着我，哎，我的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说的是我的命是他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那帮黑人每天在学校里边也特别的嘻哈，一走过来，哎，我冷年干啥呢？整挺好啊。啊，我说我去吃饭，你去吗？咱们俩 AA。那他得不得劲儿，他得不得劲儿。我说那这样吧，兄弟，我请你怎么样 ？Let's go， 马大牌，直接就跟我走了。有没有男朋友？有。是自己来的吗？姐的。啊，你男朋友是哪个？嗯。别找没有，就没找到。你是越来的对吧？啊。演出呢？闲着没事儿。闲着没事儿。哪里人？哪里人？中间人。
一般有没有稍微弱一点的？武大李大麒麟。什么大学？什么大学？中央财经大学。嚯！哪个大学？北京科技大学。什么大学？中国人民大学。哎，你哪个大学？没上过。喜好吗？啊，说相声。来，你下去来。是您想吃？蒸羊羔、猪熊掌、烧鹿尾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鹅。那我叫你这儿鸭子块，一块二，就五块五，再鸡腿，再马鞭，鸡胸哈，闪灰鸭、灰鸭条、蒸拌鸭子块，都给您了，行了。你刚才表演的这段可以，还会其他的吗？我会。你给大家介绍介绍，把你坐下吧。爸，头一次说脱口秀啊！你还真想偷偷来啊？你哪里人？北京。北京的兽医，平常有什么喜好？训狗。那我在跟你互动啊，我真的不是你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训狗一般怎么训？把球捅出来，来把球捅出来。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大概你做什么工作？什么工作？销售。啊，卖什么的呢？广告。咱们观众能不能说他俩字以上的话？我一问我说干嘛电力？你干嘛学生？我说你干嘛教育？你多说一个字，我给你磕一个头。哎，不行。我刚说感谢大哥，八百遍，别。大哥，你多说两句啊！真的，我感觉这观众好好严谨啊！大哥，来来来，你多说两句。可以。你是干嘛的？这样我们提建议。来，我算一下账，大概你这一场……哎，行了行了。我如果想跟您真正的交朋友，您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？哎，交年轻朋友是老的，是我们这代人的希望啊。但我提个问题啊。咱这个我听了半天，听了有20分钟了。啊，你这个脱口秀叫什么名字呀？什么？对，一定行。其实我想问您一下，因为我知道票用的不太好买，您是怎么买的票呢？我这公子定的。我买。啊，你儿子在这儿呢。你爸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上去说。养猴的。你是他儿子，我问你爸做什么，你说养猴呢？还觉得自己占便宜了？当然养猴的。抖音。啊，大哥，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学生。你儿子是学生吗？一个人来的吗？本来道歉来得及吗？你不卖的，反正挺好的。谁买的票？我买啊，真是一个孝子啊。啊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有。您知道他有女朋友吗？啊，你那女朋友长什么样？就美若天仙。你还挺凡尔赛啊！来，叫你妈觉得你女朋友长得挺好的。你妈的意思就是，不咋地。